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中众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中众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中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72页，我们从第六行当中看起啊，第18愿。这接住了前面的集结。第18愿语：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灭，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无逆，诽谤正法。前面第18、第19愿着重在菩提心啊，修诸功德了，奉行六波罗蜜。第18愿着重在闻我名号，至心信要，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去成就。生念必生，这是第八愿的宗趣啊。我们说一愿一愿的来讲，古大德48愿哪一愿是第一？几乎大家了都公认第18愿是48愿里头的第一愿，最重要的一愿啊，告诉我们生念必生。但是我们也不能够疏忽了第19愿。为什么呢？19愿是发菩提心，三辈往生，往生正因里面18个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这个是古来许多祖师大德都认为这八个字是本经的重要最重要的
指导原则。啊，欧耶大师在要解里说了四个字，把八个字变成四个字：大道至要至简，一点都不复杂，啊，简单明了。大师说：“信、愿、持名，真心切愿，就是大菩提心。持名，至持名号，就是一向专念。啊，要解里头这四个字。”让印光大师佩服得五体投地，说得太好了啊，这么简单啊，每个人都能懂，都听得懂，每个人都做得到啊，那你不肯做呢，就没法子了。你要肯做，没有一个人做不到。啊，我们要细心观察前人净土圣贤录里的所练的。过去念佛往生的这一些大德，往生传上所列的，现前我们亲耳听到的、亲眼看见的，证明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可是不能相信的人啊还是很多，大有人在。为什么？烦恼习气障碍我们的智慧，障碍我们的信心，纵眼亲眼看见，看到人家有成就，对自己呢，还是没有信心。甚至于对自己没有产生真正的警觉啊？为什么呢？日常生活当中依旧我行我素啊，毛病习气没有能改过来。这样的人有多少呢？太多了。早年我在台中求学，啊，跟李老师，老师创办台中佛教联社。我跟他学教那一年，
第一次到台中去，是台中联社成立10周年纪念，啊，那个时候台中联社的联友登记在名册上的有20万人，在台湾是相当有规模的佛教社团。有这么多人，老师常常以这个为例子说，告诉我们，莲友就是台中莲社的莲友，10000人当中啊，难得有3-5个往生，不是万修万人去啊！啊，莲友们都听经，都念佛。为什么10000个人只有3-5个？啊，今天懂了没有呢？似懂非懂。佛念了没有呢？也是似念非念。啊，每一天念几声佛，甚至于念几百声，念几千声，念10000声，没有想往生极乐世界。啊，纵然看到念佛往生的瑞相了，台中市的莲友往生啊，在莲社做告别式，大家亲眼看到瑞相，也赞叹，可是自己依然是我行我素，没有警觉，没有法缘真感。啊，这些事情都是我们亲眼看到的，回想起来当时我所说的这个状况，包括我自己，对净土生不起信心，很尊敬啊，也很看重他，并不敢轻视，但是自己的心就是发不出来。啊，这就我常常用的比喻。我们对净土有90%的相信，还有10%怀疑，甚至于有99%的信心，还有1分疑惑。这1分疑惑足以障碍往生。啊，这什么原因？我自己的原因，因为自己是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毛病就是要追根究底，彻底搞清楚搞明白才会相信啊，没有搞得透彻，疑问是不能避免啊。
老师古来的祖师大德里的注解，把这个问题有没有讲清楚，有没有讲明白。有，那我们为什么还没搞清楚？说老实话，老师讲经我们没听懂，祖师大德留下来这些著书没有看懂，为什么看不懂听不懂？事情就在面前，读了印光大师文钞，这才把我们的毛病找出来了。什么原因呢？沉浸不够。不是没有沉浸，有。有听不懂。真有。要不真有，能天天去听吗？一堂课都舍不得放弃，有沉浸性的。沉浸性不够，没有达到标准。印祖说，一分沉浸你只得一分利益，我们把沉浸分作一百分，大概我有30%的沉浸性。那么一般同学的沉浸性，我的估计10%的沉浸性。我比他们多。多怎么样呢？也没听懂。也没有把疑惑诊断掉。那要多少分的沉浸？用古人的标准，就70-80分了。有力量了，产生力量。能够到90分呢，那决定的神经度。达到这个标准的人找不到。要靠在这一生当中培养，给诸位说，要长寿。如果没长这么长的寿命啊，沉浸性没有提到一定的标准，我们说一定的标准算60-70分吧，没有到这个标准，往生就不可靠。30-40分更没有把握了。我的佛菩萨的加持，寿命延长了。能够锲而不舍，遵守老师的教诲，看破放下，放下看破，用了整整60年功夫啊，大概把信心提升到60-70分了。这60年一家子不算短的时间。如果不是每天
认真学习，啊，锲而不舍，达不到这个标准呢。达不到这个标准就没把握。啊，不是不认真，认真学习这一生还是不能完成。啊，到哪里去了？毕竟在这一生当中，善多恶少，啊，有把握升天，欲界天，这个有把握。啊，的人生当然是更有把握。啊，但是人间太苦了。来生不想到人间，啊，当然不会堕三恶道，啊，贪嗔痴有没有呢？有习气，财色名利。五欲六尘真正放下了，啊，确实不再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这就是六道。天道以下的那个业因呢，我们少了。啊，天道不能说上，上我们还做不到。色界天要修禅定，无色界天也要修禅定，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啊，欲界天，凭着上品是善业道。啊，上品是善六道，是善业道，我们可以做到了。啊，学习经教。念佛，这个功德回向，欲界天，我们想当中这几层，忉利天、夜摩天、斗率天，大概都可以争取到。斗率的内愿难。我们去不了，斗率天可以去。所以自己常常呢，想想自己这一生所造的业因，然后就可以看到来生的果报。那么有这样的业因，用它来专修净土，一心念佛，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就有把握。啊，欧耶大师说得非常好，他老人家给我们表法，他
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就很满意了。这一句话说得好啊，啊，他是不是下下品往生？对于极乐世界的品位也不增了，真的法身样式应舍，何况非法啊！极乐世界的品位都不增了，还会跟这个世间人争名利吗？啊，决定不可能。只一味老老实实，往生到极乐世界，四十八愿是保证。啊，多了四十八愿，就知道果报无比的殊胜。啊，太殊胜了，殊胜到我们不敢相信。啊，但是我们要知道，释迦牟尼佛决定没有一句妄语，全是实实在在呀。我们能信得过，这就是有福报。啊，所以这十八愿里头，我们要真正落实。啊，至心信要，要是喜欢，啊，真正相信，真正喜欢极乐世界。啊，真正喜欢。阿弥陀佛，我们将自己所做的种种善根，啊，所有的善根，善根是不贪、不嗔、不痴，世间法的三善根。啊，出世间法菩萨善根是精进，六度里头厚厚包括浅浅，浅浅不包括厚厚啊，比如说布施波罗蜜，它不包括后面五种啊，那么持戒波罗蜜一定包括布施，包括前面，它不包括后面啊，后面精进啊，忍辱精进，它不包括。啊，如果是六度里头全修，特别着重在般若波罗蜜，知道六度是一体，前面五度都是叫我们放下。最后般若是看破啊，看破什么？全是假的，金刚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啊，放下就是真的，真是智慧。没有真实智慧，你不会放下。啊，为什么放下这么难？就是没有智慧，智慧变成了烦恼，智慧变成了习气。啊，对于世间一切法，甚至包括佛法，经上说法上应舍，所以我们在法里头只取一法。海贤老和尚只取一句名号，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以及一切，一切皆已，大乘是圆融的，妙不可言。啊，这一法成就了，一切法全得到了，学一一门，得到的呢？84000法门，无量法门全得到了。怎么得到的？见性得到的。怎么见性的？得定。你得清净心，得平等心。我们这个经体上，清净平等是定啊，清净是小乘定，平等是大乘定。用这一句名号就可以得到。真正不可思议。啊，18愿，智心心要，这一句非常重要。智心，他没有说诚心，没有说真心，真诚到极处叫智心。换一句话说，不但分别执着没有了，对事处世间一切法不分别不执着，连起心动念也没有了。啊，分别执着没有了，清净心现前，起心动念没有了，平等心现前。智心真诚到基础，这什么境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就是经体后头这个字就。他用念佛法门成就清净平等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叫就。就就是菩提。啊，就从哪里来的？就从清净平等来的，从定来的。
啊，平等是自心本定。慧能大师见性时候所说的五句话，那是他的心得报告，是他的博士论文，就那么简单。那他口里说出来，五祖一听，真的明心见性了，啊，欢欢喜喜衣钵就交给他，列他为第六代祖。他第四句话是自性本定，何其自性，本无动摇，本无动摇就是平等。动摇就不平等了。啊，他的功夫，那个定不是盘腿面冰，啊，定在哪里呢？在生活当中，行住坐卧通通是定。啊，行住坐卧，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自性本定。所以他能随缘，释迦牟尼佛自性本定，示现在八相成道。那不就是生活吗？示现在49年讲经教学，全在定中啊，没有一分一秒离开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是自性本定。他表演这个给我们看了，我们没看懂啊。要真看懂了，像能大师一样，什么叫事法佛法，还有这个分别就不平等。原来事法就是佛法，原来佛法就是事法，这就是清净平等觉。啊，你怎么还会起心动念呢？起心动念就错了，那是阿赖耶边事，不是自信这边的。啊，18愿真不简单。18愿我们真正亲眼看到，啊，我们在美国80年代我们看到周广大往生，啊，这是个花球。
在那边经营一个面包店，得了癌症，到癌症的末期，医院放弃治疗，通知他家人带他回家，告诉他他的存活期间可能不到一个月，很严重。全家人没有宗教信仰，这个时候着急了，医院不收留了，所以到处求神拜佛，看看有没有奇迹发现。那个时候我们华福佛教会成立大概一年，华福佛教会83年成立的，我们遇到这种事情，他来问我。我们派了4个莲友去看他，莲友打电话给我，他病确实很重，恐怕没有办法再活下去。我就告诉大家，你们试试看，劝他念佛求往生，他愿不愿意？没有想到他有善根，简简单单把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讲给他听，真正相信，真正发愿，临命终时，十声佛号、一声佛号都能往生，他听到了非常欢喜。告诉他的家人，别找医生了，不要去求药了，你们大家通通来念佛帮助我。他跟着大家一起念，这个心一发，他的病就好像减轻了，那个癌症很痛的，念佛就不痛了，所以他很喜欢。日夜不停，3天3夜，他往生。你看，一生临终之前3日3夜，6、7个人给他助念，我们派4个人轮流，他们家里有2、3个。这等于是我们亲眼看见的。这一愿兑现了。幕后两句，我一出无逆毁谤正法的。这样的人，念佛也不能往生。那么这两句，我们等到第6品48愿时，再跟诸位做详细报告。这一句古人也有不同的讲法。有人主张的，他造无逆罪，他毁谤正法，他决定不相信，他不能接受，当然他不能往生。
啊，这是一种解释。另外一种解释，造作无逆时物，临终真正忏悔，后不再造。啊，这样念佛呢，能完成。以前回报，现在不回报。现在有真心，有真愿，忏悔的功德不可思议。人就怕不知道忏悔，不知道改过。中国古人说得好，啊，真正肯改过的人，他就是好人啊，改过自新啊，善莫大焉。啊，周广大居士事先给我们看临终一说，他就接受，他就能相信真正发愿求生，这就是忏悔。啊，一生所造的罪业，过去生生世世所造的罪业，全部停止了，止住了，不起作用。这个法门叫待业往生。啊，往生的条件就在一念真心，一念真愿。啊，以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呢，念这一句佛号，他就能得生净土。啊，往生之后火化，还有舍利。告诉我们这个事情不是假的。啊，那么第十九愿里头，发菩提心，有一心念佛，昼夜不断。有这两句经文。念佛着重在一心，这一心就是真诚心，这一心就是清净心，这一心就是恭敬心。啊，具足真诚恭敬，印光大师讲的诚敬。啊，昼夜不断。这相续性，觉明妙行菩萨告诉我们，念佛的秘诀，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一心就是不怀疑，不夹杂，昼夜不断是相续不断。念佛的条件统统具足啊，灵寿宗师，我这个我是阿弥陀佛自称，阿弥陀佛与诸菩萨众现前
来迎接。啊，极乐世界没有空间，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距离，没有时间，所以今须臾间即生我刹，太快了。阿弥陀佛来接你，一定是佛光先照你，蒙佛光助照，自己修学的功夫就提升一倍。啊，所以《弥陀经》上讲一心不乱，真正梵文原本没有这一句，啊，而是一心细念，不是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是鸠摩罗什罗什大师，他用啊，他把原来的意思改了，有没有改错呢？没改错，什么原因？一心细念，你得到了，蒙佛光一照啊，他就提升了。提升到一心不乱，啊，我们平常讲功夫成片，是最浅的一心不乱，有这个条件就决定得生。啊，我们自己修的这个功夫。临终佛光一照，就把它提升到四一心不乱，升等了。啊，周光大的时间虽然短，只有三天三夜，啊，他功夫到哪里呢？肯定是成片。佛光一照，他就提升。啊，所以罗什大师没有犯错。罗什法师犯得很有技巧。啊，让我们对净宗真信，对极乐世界真的向往。啊，这个人得三宝加持。可以做到一心不乱，一心不乱要分上中下三品，下品功夫成片，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啊，是一心不乱难，为什么要断见思烦恼？是一心不乱等于阿罗汉，离一心不乱。等于法身菩萨，太好了啊！那么这经上有十九愿，最后做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菩萨是法身菩萨，是理一些不乱。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念佛人。是功夫成片往生，生到极乐世界就是四一心不乱，在那边
听经修行，很快就证得理业心不乱。速度太快了，一心一生决定证得究竟圆满。我们千万不要疏忽，千万不要把这次机会错过。前面我们学过《金刚经》上的精华，无住生心，都在这一句佛号当中啊。啊，谁说净宗不是般若？净宗把禅教、显密全融摄在其中，就一句佛号，一句佛号是禅，是密，是般若，啊，是方等。是法相，是三句境界，样样都不缺。事出世间一切法，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啊，念这名号，通通念到。我们看下面的文，可见第十九愿重在发菩提心，一心念佛啊。第十八愿呢，重在智心心要，一向专念。于是我们就明白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是弥陀本愿的心髓。四十八愿的中心点呢，全部大经之宗要啊，啊，修行最重要的指导纲领啊，往生必备的真言。方便度生之慈航，方往生必备的真言是从我们身上讲的，我们求生极乐世界。啊，方便度生的是菩萨教化众生的慈航。菩萨用这个法门能普度一切众生，我们学这个法门决定得生净土，本心所从，从是从上，全在于此。修行要尽，为师皆要。
啊，修行重要的一条近路，快速通道，这个是戒要。啊，快捷重要的法门，啊，重要的成佛渠道，故为本经之宗。啊，那么这是第二段，下面还有第三段。法性有二义，先须立三种与菩提门相违法。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与菩提心相违背的，我们要避免。啊，哪三种？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谭鸾大师往生论注语，啊，论注谭鸾大师往生论是天亲菩萨的，如果说三转法轮，无量寿经、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这弥陀三经是示转，是劝转，啊，往生论的天亲菩萨为我们作证，作证转他往生了，他看到极乐世界，给我们做报告，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信愿持名是真的，不是假的。他就用这个方法往生成佛了。那这个成佛就是阿惟越之菩萨，天台大师讲六即佛，阿惟越之是分真即佛，是真佛，不是假佛。啊，称他为化身菩萨，因为他的无始无明习气还没断干净，他住在十报土，跟十方刹土一切诸佛如来的十法界，特别是六道轮回的众生，人太苦啊。阿惟越之菩萨有能力随类化身，啊，帮助这些人成佛。修因正果。啊，阿惟越之菩萨的智慧、神通、道理，
可以说跟如来究竟果地没有差别，只是无始无明习气障碍他其如常寂光。除了这桩事情之外，他没有任何障碍。在极乐世界，他能够分无量无边身。啊，分身去做什么？去供佛。供佛是修福啊，要修圆满的福报啊，去教化众生，上供诸佛，下化众生，没障碍，功德圆满了。什么叫圆满？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就叫圆满。圆满的时候，十八图不见了，常寂光图现前了，它回归常寂光了。回归常寂光，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妙觉如来，真正是无上菩提啊，没有在上面再没有了，他登峰造极了。这个时候跟诸佛如来化身融成一体，这一体就是光明啊，光明里头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啊，起心动念没有了，也没有自然现象。这个境界叫大般涅槃。金刚经上说的利益一切相，即一切法，这是这个境界。啊，在一真法界里头，没有生灭，有影现，无明习气没有断尽，现象。无明习气断净了，相就不现了，就影了，啊，就是一片寂光，寂光起作用，啊，不是不起作用，众生有感，寂光就有应，啊，寂光里面经上称作如来的法身，法身没有相，法身遍一切处啊！法身如来的名号叫毗卢遮那，梵语毗卢遮那意思是什么？遍一切处，遍一切时啊，过去现在未来是一切事。十方法界是一切处。啊，它是光。遍照虚空法界。啊，什么地方众生有感它就现象。现象没有来去，没有先后啊，所以称这种现象
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啊，有缘就现了，没有缘就隐了。有隐现，没有生灭。啊，我们看谭鸾法师往生论注无量寿经三辈往生当中，啊，三辈往生，上辈、中辈、下辈，虽行有忧虑。三辈是大分，三辈里头又有三辈，就变成九辈，九辈里头每一辈里头又有三辈，一直分下去，重重无尽。啊，这就讲啊，修行有忧虑。但是莫不借法无上菩提之心，这是相同的，法心是相同，修行功德不相同。那此无上菩提心，无上菩提心什么心？即是愿作佛心，这就是无上菩提。愿作佛心呢，就是愿度众生心。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都朝着这个目标，这个方向啊，勇猛精进，啊，所以在极乐世界修行，这桩事情很快就成就。阿弥陀佛，以究竟圆满的智慧福报加持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让这些人在极乐世界所表现的智慧神通道理几乎跟阿弥陀佛相等，阿弥陀佛太伟大了，十方诸佛对他的赞叹，称他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不是假的，这不是一般的赞叹。那么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将来成佛，成什么样的佛？学生成就肯定是依老师，那我们成佛，就是成跟阿弥陀佛一样的佛。啊，那我们居的这个教化众生之处所，也就是极乐世界。我们是个独立的极乐世界，还是一个共同的极乐世界？
这个问题，实际上在极乐世界的人不存在。为什么？他们没有起心动念，怎么会有业多呢？这些问题啊，是我们现前众生的妄想。妄想也得有答案的，没有答案我们不服啊。答案要跟事实有相应。大乘教里头佛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一切法是假的，心想也不是真的，所以自性里头没有心想。在设法界的人有这些妄念，在诸佛十报图里头没有，报图里头人没有起心动念，他怎么会有这个问题？所以他没有问题。他起心动念全是智慧。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起心动念。众生感他有应，应并没有起心动念。像我们敲钟，我们敲一下它就响，敲得重声音大时间长，敲得轻它声音小时间短。它没有起心动念，化身如来也如是。光普照一切众生，没有一个众生不在他光中。我们不知道，他全知道。我们认为起一个微细的念头，甚至自己都不知道。佛与化身菩萨全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我们要知道啊。知道之后啊，你就会想到一切时一切处，不要说言语造作，起心动念佛全知道，极乐世界的菩萨是阿惟越之菩萨全知道，没有一个不知道。我们能瞒得了谁？瞒自己，瞒不到别人。不但佛知道，遍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全知道。为什么？佛告诉我们，整个宇宙的现象从哪来的？从无蕴来的。无蕴是什么？创造整个宇宙的
原点。啊，这个原点就是佛经上说的即为色，即为色就是五蕴啊，它有五种性质啊。第一个是色，物质现象，第二个是受，它有感受啊，像江本胜博士做水实验，水有感受啊，从水实验里面把色受想行识全部掌握住了啊，构成全宇宙最小的，现在讲粒子啊，基本粒子，最小的基本粒子，科学家叫它做微中子。一个微中子就是一个色受想行识，就是五蕴啊，通通是五蕴组合的。《金刚经》上说：“一合相。”啊，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现象都是这个基本的五蕴组成的，所以每一个物质现象、精神现象，都像江本博士的水实验一样，通通能感受。啊，能听能看还能记忆啊，它有反应啊，我们写文字给它看它反应啊，我们演奏音乐给它听它有反应，我们心里起心动念对着他啊，我喜欢你，他知道；我讨厌你，我恨你，他也知道啊，都会把他的反应显现出来让我们看到啊。最小的物质小到不能再小了，再分它就没有了，那么小的物质具足色受想行识，那换句话说，整个宇宙万事万物，用现在的话说，有机体，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啊，所以美国的休兰博士前年到我们这个摄影棚。啊，告诉我们，我们在此地一举一动、一言一笑，包括你起心动念，他说桌子知道啊，椅子知道，墙壁知道，天花板知道，地板也知道，没有一样不知道，你能瞒得了谁？诸佛菩萨对于这些事项完全通达明了，所以他的心清净，他的心平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大公无私，对待变法界虚空界
平等的对待呀。一片真诚慈悲眼，用这一片真诚慈悲来帮助变法界、虚空界苦难众生。啊，我们怎么样学法？抓住《金刚经》的纲领，无住身心。生什么心？生念阿弥陀佛的心，不生别的心，只生性缘持名，就生这个心。啊，心里除了这个念头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就叫一无所住，就叫无住。啊，我们的目的就是到极乐世界，就是亲近阿弥陀佛。妙极了这个法门呢！啊，所以一定要发无上菩提心。啊，无上菩提心就是真心真愿。啊，你们在这一生当中，有家亲眷属，啊，喜爱的人，希望永远在一起，有一个好办法。同生极乐国，就永远在一起，不生到极乐世界去，一个轮回就扯散了。啊，再一次遇到了也不认识。啊，只有到极乐世界，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得的是法性身。确实是无量寿，啊，设法界里面的寿命都是无常，寿命有长短。人间寿命短，天上寿命长，长它有尽的。它不是永恒的，啊，忉利天是我们最熟悉的。忉利天主，中国人叫玉皇大帝，啊，那个地方跟我们有时差，忉利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百年，他的寿命是一千岁，啊，一年也是365天，一千岁，一天我们人间一百年，寿命很长了，啊，中国号称5000年的文明古国，在忉利天50天，不到2个月啊！5000年文明古国在忉利天50天，那一天100年嘛，他的寿命1000岁。真是长命啊，真叫无量寿啊！啊，但是他有道的时候，越往上面去，寿命越长。啊，那么真正长寿、真正无量寿，是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是真无量寿啊，二十八层天呢是有量的无量寿啊，我们看到的寿命很长啊，总有到头的一天。那么若人不发菩提心，但闻彼国受乐无间，为乐故愿生，业当不得往生。听说极乐世界太好了，我也想去啊，也念佛求生，能不能往生？不能往生。为什么？没有菩提心啊，这个菩提心重要啊。坦然法师说得好啊，啊，什么是菩提心？愿做佛心，愿做佛心就是愿度众生心啊，愿度众生呢，那就是摄取众生生有佛的国土。阿弥陀佛是无量寿佛，啊，这就是说明发心成佛。为什么？为普度众生。阿弥陀佛发的这个愿，阿弥陀佛没有说发愿，我这是养老院，借你们来养老的，借你们来享福的，不是的。啊，所以要怀这个养老的心，这地方太好了，我可以到这儿来住了。啊，把这个地方当作我的家了。这去不了啊，跟阿弥陀佛的本愿不相应啊，因此安乐集以天行菩萨的往生论里面就说了，凡愚发心会无上菩提，这个会是我们的心要与无上菩提相应啊，宗门常说会吗？那么这里两个意思，先须立三种与菩提门相违法，然后须知三种顺菩提门法。这个说得很好，前面第一个依智慧门，不求自乐，远离我心，贪着自身故。注解里的是何等为善？哪三？三种啊。第一种，以智慧
不求自乐，极乐世界很诱惑人，要想去享受，这个心不相应，去不了啊！所以一定要远离我心，贪着自身，要把这个放下。我要学跟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发的大心是要普度遍法界虚空界十方一切如来刹土里面的十法界众生，这个心量多大，不是度一个地球啊，不是度一个太阳系，也不是度一个银河系，银河系在佛教大乘佛教里才只是一个单位世界啊，三千大千世界有十万个银河系，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好像有个同学给了我一个资料，是不是十亿？十亿。啊，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十亿个银河系，不是算很大的。我们在华严经华藏世界品世界成就品里面看到啊，经上告诉我们，每一尊佛因地发愿不一样，所以成佛之后他的教区大小不相同啊，至少是一个的三千大千世界，有两个三千大千世界，有四五个大千世界，不相同啊！啊，释迦牟尼佛这个娑婆世界是个标准的三千大千世界。啊，那么阿弥陀佛发的愿太大了，无量无边际，一切诸佛刹土，诸佛无量，世界无量，他统统都要度，一个都不放弃。啊，我们没有这么大的心量，跟阿弥陀佛不相应，所以为什么念佛人？往生的人那么少，心量太小了啊，斤斤计较，一丝毫都不肯放下啊，这样的心念佛怎么能往生啊？所以坛南法师《往生论注》上这一句话很要紧，若人不发无上菩提心，但闻彼国土受乐无间，为乐故愿生，亦当不得往生也。这个把我们的疑问解除了，
为什么莲社同修那么多，真正往生，这李老师说的，一万个人有三五个，这是六十年前。六十年后的今天，你要问我，我会告诉你，一万人当中大概只有一两个。三五，六十年前有三五个，现在只有一两个。那为什么不能往生？看谭鸾法师这段开始就明白了，没发菩提心啊。十八愿固然重要啊，十九愿不能少啊。十九愿发菩提心啊，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讲得好，能不能往生决定在幸运之有，幸运就是菩提心，决定你能不能往生，你跟释迦跟这个阿弥陀佛心是不是相同，愿是不是相同？跟他的心不同，跟他的愿也不同。天天念十万声佛号也不能往生。啊，跟阿弥陀佛结个缘，什么时候能往生呢？心同佛心，愿同佛愿，就能往生。啊，愿是四十八愿，心是普度一切众生。对一切众生要看作自己的亲人，现在讲亲人都没用了，为什么？现在人没有亲人，人与人之间现在变得只有利害，对我有利的就是亲人，对我没有利的父母都不是亲人，父母小时候把他培养大，到他自己能独立了，父母对他没用了，就丢掉了。这是西方价值观。我在美国多年，美国的社会就是这样，十六岁就算成年啊，十六岁离家出走，你要去报警察，警察不管，为什么？他可以独立了，你还找他干什么？对，父母这种亲情没有了，兄弟没有了，啊，夫妻靠不住。啊，有早晨结婚，下午就离婚了。这个世界上，哪一个都市没有离婚的？离婚率太高了，年年在上升。啊，这就是什么？亲情，情没有了。所以现在人在这个社会上孤独啊，
多可怜，可悲也。啊，利益没有了，就是陌生人。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中国人被他的科技啊机器迷住了，把传统疏忽了。我们今天造这个难啊，维系几千年传统是什么？诸位要知道，中国在全世界独一无二，就是文字，文言文。啊，这个东西丢掉了，现在跟着外国人走，如果不能把传统的文字文言文再恢复啊，传统文化是决定不能产生效果。为什么呢？祖宗丢掉了啊，像个树一样，根没有了啊，早晚要枯死。几个人觉悟醒过来，啊，这是我很早就有这个意识，一生没有缘的，故障难明。啊，学佛之后。这么多年来有一些影响，影响还是很薄弱。障碍太多。啊，摆在面前就是现实状况，几个人不求自乐，几个人能够放下贪着，真正能放下贪着的就是真正修净土，真正发愿求生净土的人，他能放下。为什么？他知道不放下贪嗔痴去不了极乐世界，第一个要放下这个。那第二呢，以慈悲门，把一切众生苦远离无碍众生行苦啊，注解跟这个意思完全相同，全揭露了啊，我们有没有慈悲心，有没有把一切众生苦，没有这个心，那我们看不惯的人
总得想办法把他离开他。而没有发心去把他感化他，去度化他。2006年，英国剑桥大学的汉学家麦大伟教授啊，到香港来看我。啊，邀请我到英国去办学。那是一番好意。他设想得很好。在伦敦办一个大臣学院书院。大臣书院啊，属于剑桥大学，英国的学校书院制啊，像牛津、剑桥，差不多都有50多个学院啊，组成一个大学。我告诉他，我不能去。啊，我们见两年，他在这住2天，每天3个小时，我们谈6个小时。啊，我曾经告诉他，把中国古老的教学的理念方法来讨论，这现在西方没有。啊，他是个汉学家，《论语》《孟子》他都能背。啊，我们谈到教学，啊，他问我怎么教法，我说我没有方法，我们老祖宗有方法。他很惊讶，啊，这是老祖宗的方法，他没听说过，是什么？我说《三字经》有念过，他《三字经》会背，我就告诉他，《三字经》前面8句话是我们老祖宗教学的理念，啊，办教育，这个8句话要不同。那就不是中国传统教育啊！你看《三字经》上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要肯定学生性本善啊，换一句话说，学生都具有圣贤的基础根基，就看你怎么教法。你用圣贤的方法教他，他成圣贤；你用君子的方法教他，他就成君子。啊，如果说学生没问题，问题在老师。啊，这个学生不能接受，不听话，把他开除掉了，这是失败的。啊，中国古人常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怪我自己不回教，不能
怪他不会学。这个概念一定要有。啊，学生开除掉的时候是你教育失败。如何能把学生的时候把他教学时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这个教育成功了。啊，要承认，你看佛家的教学，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那你也叫他不肯学，不好学，啊，犯了错误，把他开除掉，这就等于否认了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首先我们从观念上做。那么成佛是什么方法？放下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就成佛了。佛的心是什么？本善是什么？清净平等觉是本善。每个人心都是清净平等觉，每个人都是佛心。啊，我们自己受了染污了，变质了，啊，也帮助别人变质，帮助别人犯，那就把本来是佛了变成六道众生了，教错了。啊，我们谈得很欢喜，啊，最后我告诉他，我很感激，我不能到伦敦去。那个地方，欧洲，我不习惯。啊，这是真的。啊，将来有机会呢，在亚洲这边，能有机会，这最好。那么现在我们亚洲马来西亚想做，印度尼西亚也想做，啊，印度尼西亚是回教大学，这个非常难得。他们要开汉学院，他们要建四库图书馆，我们希望他们能做成。有一个地方有这个成就，慢慢大家就会想，就会模仿。啊，汉学院能够信，这个世界有希望。啊，冲突可以化解，世界可以恢复安定和谐。啊，真的要以慈悲，以智慧，以慈悲，以方便。修身能成功，教学能成功，事业能成功，没有一样不能成功。首先培养我们的智慧、慈悲、方便，啊，才能自度度他。啊，智慧是第一，智慧就是放下。不能放下的人没有智慧，他有烦恼没有智慧，啊，放下烦恼智慧就现前。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休息到此地。